刘若望是陕西嘉县人，是从嘉县从黄河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国际知名艺术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艺术界脱颖而出，代表作品有《东方红》《天兵》《车马仪仗队》《人民》《高山流水》《原罪》《狼来了》《渡渡鸟》等系列。其作品除了在中国大陆北京、上海等地展出外，已经在新加坡、韩国国会、新西兰皇后镇、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都灵大学、丹麦皇宫、德国北部艺术区等地展出。2015年获得意大利那不勒斯经典文化奖，2017年获得第18届德国北部艺术区 Nord Alt 最高人气大奖。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前总统高克、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韩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玄玉哲、韩国副总理金炳准等均会见过刘若望，对他的创作表示祝贺。刘若望 kann ich nur sagen, dass diese visionäre Kraft, die er bringt, diese großen Skulpturen, diese Gruppen, die er da zusammenstellt, mich natürlich berühren. Sie zeigen irgendwie ein aktuelles Weltbild. Sie zeigen, auf der einen Seite beißen dich die Wölfe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bist du fast zu Hause im Planet der Affen und alles wartet auf große Ereignisse und vielleicht auch ganz gut, wenn man sich zurückbesinnt.Ich glaube, es ist ein Kommentar zur aktuellen Weltlage, die wir in seinen Arbeiten sehen können. Und er ist eben ein Visionär. Le opere di Liu Wang è stato a 798, un giorno che ero lì per incontrare alcuni artisti, ho visto questi suoi lupi, queste sue figure, questi suoi personaggi esposti.Nell'ala centrale di 798, mi aveva colpito il suo lavoro, mi aveva colpito per un fatto molto specifico. Il fatto specifico, quello che mi aveva colpito era al di là della qualità del manufatto artistico, al di là della scultura in sé, che era indubbiamente pregevole, perché le sculture di Liu Wang hanno una, anche sotto il profilo tecnico,una loro bellezza specifica. Quello che mi aveva colpito di più di tutto è che mi trovo di fronte ad un artista che lavorava, al contrario di quello che fanno quasi tutti gli artisti, quasi tutti gli scultori che lavorano per elementi singoli, cioè in solito lo scultore lavora su una scultura, lui lavorava per accumulazione, cioè il suo lavoro è un lavoro che...aveva un grande impatto come accumulazione di personaggi. Questi lupi non erano lupi isolati, erano un insieme, un branco. Quindi quello che mi ha colpito era proprio questa particolarità, perché anche nei personaggi, quando Liu Wang pensa dei personaggi, i suoi guerrieri, non sono mai guerrieri isolati, ma fanno sempre parte di un gruppo, sono sempre un insieme. Quindi la scultura non è fatta da un solo singolo elemento, ma quella di Liu Wang è una scultura che,diversamente a quello che accade agli altri artisti, lui lo fa per accumulazione di sculture, cioè l'insieme di sculture diventano poi un'unica scultura.它确确实实的是非常当代的，这个当代是指的当代艺术，它不是把视觉的表面的美放到第一位。曾经有过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很长的时期，一个物体的表面的美是艺术家非常关注的，但是进入20世纪现代艺术以来，艺术最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所以人类生存的困境是当代艺术持续的主题。而作为艺术家呢，刘若望以人物和动物的形式表达了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以及对困境的反思，所以他的作品的力量感来自于这个。当然他的作品的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非常巨大。
所以在798他的那个大型作品在广场上展出了一年多，很震撼人心，那可以说是观众最多的一个公共艺术。我想每个人都能从那个群狼环绕的中间感受到一种生命的紧张啊，一种体验。就在他的眼里啊，所谓的英雄不是我们说的超越于常人那种高大上的英雄，英雄是一种气质，是一种对生活的信念和理想的坚定。就刘旺本人也是这样，就他有一种底层啊，就像这个红柳那种草根在沙漠里那种坚韧不拔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和信仰，你可以说是本能啊，但是这个本能是千百年来啊形成的一种文化，就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生命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文化的结晶。所以他能够在痛苦和艰苦里头有一种超越，一种超越。所以你看他的作品跟兵马俑有关，跟陕西这个杨林出土的那个汉代的这个兵马俑有关，它是一种群体，无论是后来做的群狼还是猩猩还是人物，它都表达了一种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这种群体的意识和关系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一个价值。刘若望的展览到德国巡展，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不是我们把它推荐出去，是由德国的策展人千方百计的来找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来找这个刘若望，他们认为刘若望的作品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有意义。我想他们是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角度看到了刘若望艺术中对整个人类的一种交流的可能性，一种共性。如果说我对刘若望说一句话的话，我觉得作为中国的青年艺术家能够走出去，是真正的让欧洲人民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这件事儿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去做。其实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品啊，我看过也看过不少，但是呢，看刘若望的作品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那么第一感觉是给我感觉的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像气场一样的东西，像气势一样的东西。哎，我马上就想到一个气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气的概念呢，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是个很神奇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第一次看了他作品呢，我就很有感慨。他旁边有纸上写的就是气也势也啊，气势也。合起来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嘛，就是刘若望的作品的本色，他的约生态性，就是艺术的约生态性，精神的约生态和梗底性，可能或者说是我的感觉，它是列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从很遥远的古代，或者说是很开阔的铁语，或者说从广袤的大地产生的，或者说有一种感觉，有一种这个自然的和天然的联系。如果要谈刘若望的市场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越来越被观众所喜爱的过程，越来越被收藏家所认同的过程，啊，我觉得他是在这个过程上的，啊，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处在一个越来越快的一个进步或者一个完善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有很多艺术家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不是继续前行，他可能要掉头往下。刘若望是处于攀上一个山头，
哎，发现又有一个山头，它在不断的攀登的过程，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创造、创新、不断的进步，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如果说刘若望在当前艺术界还有什么特点，我想了一下，他可能是在他的另类上，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年轻或者大量的艺术家的群体中，是吧，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他的个性和另类让我们感到了啊这样的一种发现。啊，如果说他是一个科班的，如果说他是一个受的传统训练很重的人，我相信他给不了我们这样一种感受。啊，刘若望就是这样的，他更多的是个体的，他更多的是靠他自己的艺术的才华，他的悟性，当然也包括他因为没有太多的这种传统的科班的束缚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元的啊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呢又激发了他不同的这个不断的创造。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我觉得就是他艺术的价值。啊，他没有束缚，啊，他希望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说他能够做到把想到的都做出来，他就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刘若望在艺术的道路上勇猛精进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心系故里。本次寿嘉县县委县政府的邀请，主持峪口艺术小镇的创建工作，既是他作为从黄河走出的艺术家对故乡的致敬，也是嘉县县委县政府秉承开放心态，创造性转化本地人文历史资源的重要一步。峪口艺术小镇的建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的创意设计相结合，将在黄河流域塑造一个绝无仅有的黄河文明地标，成为黄河文明走出去的最前哨，成为陕西境内独一份的当代艺术窗口，成为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体验基地。